话题要带您聚焦在台南开基天后祖庙二十号上午举办的绕境活动。这一尊万历妈祖背着最新款的 LV 名牌包，还拿着金扇子，脚上穿着金履鞋，化身百万天后。庙会现场锣鼓喧天，台南开基天后祖庙二十号早上举办绕境活动，庙里两尊拥有百年历史的万历妈和崇祯妈联袂出巡。关那个圣母的那个金杯匙甲那个金鞋啊，差不多爱头都80万吧。两尊国宝级妈祖同时绕境还不是最稀奇，特别的是万历妈身上的配件可是大有来头。仔细一看，她竟然背着 LV 包包。那送天师啊，就是在专程来看那个 LV 包包的那个。的妈祖啊，就觉得蛮特别的。难得出门的万历妈，手里拿的五两金扇，价值35万元；脚上穿的黄金绿鞋，价值41万；搭配最新款 LV 包包和丝巾，全身行头将近100万，真的是从头到脚金光闪闪。听说都是信徒感应到，所以就是专程就是打造一些金饰来庆赞妈祖绕境的光彩，这样子。人拢会顾里面啊。哎呀，会较注意。15公里的路程，60名脚班人员全程护驾。妈祖盛装出巡，不止雍容华贵，更要讲求时尚，也为绕境活动带来全新讨论话题。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。